今天咱们也来吃琥珀糖，看他们吃老馋了。这一盒是59块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里面有8块，这个是正方形的，还有一盒山茶花的，哇，晶莹剔透的，哇，这个山茶花的好好看呐，颜值确实是挺高的，咱们来尝尝，看他们吃之前还要磨一磨。嗯，外面脆脆的，里面像果冻似的，还挺好吃的。不知道我为啥做的就不成功，就是没有它外面的那层脆霜。掰一个，哇，确实是很好看啊。嗯，它这个一个颜色一个味道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有点贵。吃多了有点甜腻，吃个一块两块的刚刚好。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它外面这个脆霜是咋做的呀？